今天给大家开箱的这双鞋猛男绝对喜欢，它就是 Big 3 4.0， 那鞋盒上写着 Off Speed， 说明它是 Quick 版本。那为什么说猛男狂喜呢？因为我这双是反转的鸳鸯配色，它左右脚的蓝粉是随机的，我这双是左粉右蓝。其实大家如果单单喜欢某一个颜色的话，可以跟自己的兄弟凑一凑，凑出一双纯蓝或者纯粉的。鞋子的前半部分做的比较透气，是这种透明的网纱材质，中底是采用伊刃 Plus， 回弹系数比普通的伊刃更高，足弓和鞋后跟的 TPU 处我们都能看到 Off Speed， 整双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把速度贯彻到底。前掌偏外侧是一个水晶底，摸着滑滑的，应该是有一层胶水，也是需要先把它磨合开才能体会到更好的抓地力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只，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配色，感觉更加适合女生一点，是那种草莓熊的玫红色。大家应该可以发现，在鞋后跟的 TPU， 然后鞋领口还有防侧翻脚的 TPU 位置，它们的颜色是左右相反的。上一代 Big 3 3.0 大家不是都说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后卫鞋吗？这次的 4.0 就出了三个版本， Quick 版就是一双极致的后卫鞋了。对 3.0 不满意的朋友可以再试试这双 Quick， 相信你不会失望的。